美術會已經成立有44年啦，難得有呢個機會，大家共同欣賞佢把呢次彩墨嶺南嘅畫嘅作品。咁呢次嘅畫一共呢有20幅，雖然畫唔係多，但係可以領略到嶺南嘅風味彩墨非常之高足隆重，非常好，而且有好多個老師，而且有好多畫得到。我哋趙少昂老師有呢幅親自提嘅字，都係見到好多嘅畫家，好多前輩咧都不遺餘力咁就獻上自己嘅畫喺度。呢幅已經係1967年編嘅，係咁大家都對於我哋嘅藝術文化咧，都想一個承傳俾下一代嘅使命喺度嘅。咁我亦都希望咧，嚟緊將來我哋呢一年或者下一年咧，我哋有籌備緊係更加多嘅畫展，除咗係咁今次好開心搞一個彩墨嶺南畫展係第一次，咁我好榮幸係趙老師嘅學生，係嶺南畫派嘅應該係第三代啦。咁所謂嶺南畫派，其實最重要就係一個精神。就是繼承、傳承和創新，那就是我們無論是什麼畫派都需要這個精神的。老師呢就是吳宜生老師，是嶺南的孔雀王，那我就跟到老師的畫，重要好像留意到會長這樣說，一定要創新傳承，那我希望慢慢仲要有進步。咁我依家我係介紹老師伍賢生老師嘅孔雀，多謝各位。